시작하면 뭐 하지? 뭐 하기? 예뻐지는 거지. 邀请您到爱丽威斯利美丽中心。여기가파주야어칠판도시파주美容体验馆爱丽威斯利于2010年建立在坡州，并融洽欣赏文化和建筑美术的坡州出版城，并和可欣赏文化和美丽的建筑美术的坡州出版城一起被开发为传播韩国之美的新美容旅游体验项目。进入从头到脚都能体验美容的爱丽威斯利美丽中心，首先迎接您的现代式化妆室和高档装修的综合型皮肤按摩室内的错觉艺术摄影区，拥有多幅独特绘图。此外，体验馆店铺一面被壁画装饰的错觉艺术摄影区，拥有多种绘画，并为外国旅客留下美丽的回忆。地下有高级餐厅，您在此可品尝多样的韩式特别菜，并度过愉快的时光。您访问爱丽威斯利美丽中心，可在正门获赠印有编码号码的卡片，然后进行皮肤测定。首先用肌肤诊断器进行第一次测定，然后由专业管理师检查皮肤状态，并进行的第二次测定。基于诊断结果，在同时能容纳300名的大型审美区接受皮肤按摩。此外，按个人皮肤性质，专家进行一对一个性化管理。通过爱丽威斯利的三个阶段综合型皮肤管理系统，由皮肤专家直接提供皮肤护理及专业意见，让顾客脸部肌肤重现光泽。进行第三阶段化妆管理。爱丽威斯利化妆区有四种不同主题，并使用最适合东方人皮肤的韩国化妆品 Anyplace， 打造适合自己的化妆造型，免费提供韩国艺人流行造型设计。爱丽威斯利的专属模特韩国女子组合 Miss A向全世界传播韩国之美。爱丽威斯利美丽中心由我们的专业美容团队为顾客提供专业美容护理，并设有特别针对女性、男性及青少年的美容服务，让所有客人都能体验韩式专业美容护理。在顾客的美丽就是爱丽威斯利的本质的旗帜下，美丽中心全体员工都准备好迎接您。邀请您到韩国的化妆和美丽体验的世界。第二位被邀请的对象就是您。